Hello， 亲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战妹。本期 MOD 精选，战妹给大家介绍的是奇卡二霸主扩展 MOD 卡拉迪亚战争。历史书的记载可能是线性片面的，充满了英雄史诗和贵族事迹，但战争并非如此浪漫有序。战争即是混乱，战争注定百姓颠沛流离。卡拉迪亚战争 MOD 新增百余个新兵种，20多个新派系，每个势力都心怀鬼胎，意图在卡拉迪亚大陆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东西，让玩家体验到饱受战争蹂躏的卡拉迪亚是什么样子。地图中不定时会生成一支强大的入侵大军，玩家们可以选择无视大军，任其为非作歹，或者成为卡拉迪亚的英雄，拯救万民于水火。玩家可以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自行修改游戏。本 MOD 允许玩家 DIY 不少内容哦。以下是卡拉迪亚战争 MOD 的主要内容，详细内容和玩法可以在奇坎中站网站首页进行查看。如果喜欢这款 MOD， 可以到奇坎中站下载中心搜索卡拉迪亚战争免费下载吧。